I want to play with Soft Ripa. OK. 哎，我穿这个好看吗？其实我还有一个特长，就是你给我一些奇怪的单品，我都可以配不错。然后有没有一种？反而有点嘻哈，奇怪。好啦，那我们要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哦。你们今天开心吗？那明天还要不要去看？要。真的哦。真的。好啦。真的哦。真的哦。好好好，明天会有一些惊喜哦。今天没有。今天没有，有啊，今天已经有惊喜了、啊。这还不够惊喜吗？好，那我们接着来演唱今天最后一首歌，大声一点欢呼。啊，然后这首歌你们就是可以的话，我们一起大合念，好不好？大合念，大合扰啊，大合扰，大合扰可以吧？来，我们一起来合扰。好 ，Let's go。
2009，应该是2009吧。现在已经过了那么多年，然后我人生都进入下一个阶段，我现在在当爸爸，你知道我当爸爸吗？一切都是过程啊，都是过程，都是过程。期待的那个迪拉在哪里？迪拉菜来啦，迪拉共姐啊，发表一下。哎，我觉得迪拉他呼声那么高，有一天要从政，你们会不会支持他？我会啊，我会。像阿基斯这样我就完蛋了。我一般都不太会嘴嘛，会勾来勾去。对，我说真的，我刚才有点感动。我觉得这是你那个最近表演里面我觉得最屌的一次。我享受，我享受，享受，声音超好听。我享受，你们享受吗？那我刚才下面都讲，就是真的太爽。因为今天原本有点担心天气这么冷，然后还是有这么多人来，就真的很开心这样。然后那个我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，就是加巴路布现在是我们颜色的加入颜色的，加巴路 calling the family calling calling calling， 他们最新的专辑由我们就是那个发行的台湾版。然后那个蛋堡在里面刚才有做了好多，真的超级好听，对不对？换上一首 I Want You 之后的舞厅金曲。啊，去舞厅会不会想要听那首？跟你的 DJ 说要放那首歌，不行啊，这样太不尊重 DJ 了。等一下请这首歌 OK， 我放。好，这样他点的。就说那个就要点网路，然后放 EDM 这样，好不好？然后反正就是那个2009年，我们在这个舞台上，然后我们变成到现在，我们变成一个 family， 就是觉得很奇妙。然后蛋堡也有了小孩，也有女儿这样的，无限的感慨。哎，不会啊，这就是不要遇到就是阿基斯。我告诉你们，就是阿基斯是很坏的范例。你们看看蛋堡，这个就是。风一般的男子现在成家立业，我们对人生要有更多的希望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谢谢大家，今天冷成这样，已经有圣诞节的气氛了。然后让我们一起就是，一起迎接新的一年，你们说好不好？魂他嘛，对不对？他嘛死魂的那个台湾版，跟秀一下日文嘛，那个绕口这样。然后那个台湾版不但比日本便宜许多，最主要的我们有双 CD。你知道我们颜色最喜欢双 CD 了。然后蓝色这张就是那个蛋堡跟他们合作的恍惚，相当值得。然后去外面请大家踊跃的购买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动算
上发现。